家好，我是庞德。今天要分享 Peak Labs 已经开放测试文本转视频，我把我推荐码放在首页，如果过期的话再麻烦去官网注册。进来之后下面有五个生成，选一个频道在那，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测试做影片了。其实很简单，打上好我们的斜线， Create Prompt 就会自动出现，这时候你就可以打上你的提示词，可以添加要生成视频格式 R169， 也可以竖屏 9.16 分，可以直接输入按 Enter， 然后就可以文字转视频了。这边是我打的一个提示词，我们来看看效果如何。效果还行，也可以直接下载，你也可以把你提示词隐藏，这边就给它一个括号，然后再给他一个斜线，打上 Hi， 记得最后也要括号，就可以隐藏提示词了。我们来添加图片测试，一样的步骤，打上去刚刚的提示词，点旁边新增图片， Image 点下去，选一张你的图片，我们直接点 Enter， 很快就生成完了。看效果，可以看到头发动了起来。当然，它会根据你的提示词产生不同风格，也可以打上负面提示词，也可以固定种子。希望会喜欢这次分享，帮我按个赞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喽。